好，我看到这里哦，他说七个男生，三个女生，选四人到医院实习，若四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女生，问你有几种方法？今天选四人，至少一女生，对吧？哈，至少一怎么算？麻烦你把所有方法去减掉，没有什么生女生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至少一怎么说？95%以上的题目怎么说？把全部方案解掉，没有什么生女生，没有女生，可见今天选几个人？选四个人，可见四人皆什么生？男生。所以说这四个都什么生？男生。所以告诉我，七男三女全部几个人？十个人。选四个是奇的，十取四，扣掉四个都男生。换句话说，从七个男生当中挑几个？挑四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。所以算出来答案是几？一百七十五。OK，这样行不行？